第22题，请问新轮做了下列何种处理后 ，A 磁针的偏转角度会变大 ？A 磁针的偏转角度会变大，就表示它所受的磁力会变大，它的磁场强度会变大。做法可以是我们使它的距离缩短，于是磁场强度就会变大，或者是电流增强，这时候磁场强度也会变大。那么我们的 A 如果向左移动是增加距离，那么磁场强度会变小，所以 A 的选项是错的。如果我们垂直往上提，这个距离没有发生改变，所以磁场强度不会变，所以 B 选项也是错的。将我们把可变电阻的滑线朝 M 活移动的时候，它经过的电阻会变小，所以呢电流会增加，磁场强度会增加。如果朝 N 滑动，经过的电阻会变多，也就是电流会减弱，磁场会变小，所以朝 N 滑动是错的，朝 M 滑动是对的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做了下列何种处理后 ，A 磁针的偏转角度会变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可变电阻的滑线朝 M 滑动。